会跟我最近到顶一块点亮。好吧，那就看下午的，看完去吃晚餐，还是要吃完晚餐去吗？那就这样。哎，我们长进在给我脸了。对呀，脸红了。然后嘞 ？Oh my god！ 不会中，不会中，没进。笑死！麦克抱抱陈柏霖，旋转公主抱丢丢妹很轻啊。林哲熙叫卖贺岁片电影票平 NG。我今天要气质一点，因为我们单身嘛，所以就是要保守派，才不把人家吓到。哦，帅哥隆中来了！我觉得我有点热了，好不好？有点小热。是热到脱去 LV 外套的丢丢妹林明山，这次有点反常呢，因为陈柏霖、林哲熙和蔡凡熙要上他的直播间打片卖电影票。欢迎，嗨，大家好。直播女王丢丢妹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，在摄影棚藏了20多个含有任务或福利的红包，要3人轮流限时搜出来。志光，我看到了，看到是吧？没有吧？把你都拿完了，雷哥。不要，不要20个吗？哇，你太厉害了！好，我不来了。就看下午的，看完去吃晚餐，还是要吃完晚餐去吗？我们长进在给我脸了。对呀，脸红了。再来，哦，来，我好爽哦。然后嘞 ，Oh my god！ 不会中，不会中，没进。Go！ 笑死。Go go go！和游戏再怎么欢乐，还是要办正事吧。来，要买电影票的来加一两张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有附我们的签名明信片，好不好？今天只要限时发送，只要多少钱？500。来，要的500加一。老丁就老卡，阿爸就阿妈，给你买买啥？买海鲜，买古巴，买海鲜，买牛。三立娱乐新闻看着看着也想加一了，报道。